Swisha. Let's go.那个胶囊里面有一颗圆圆的，它会磨吗？有，有，有磨。我想要进去不塞住了。那可以放在另外一个。好。那个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面。橘色的进下去了。没关系啦，那你说白色那颗另外啊？对，平常我是把它，因为平常都加在一起就很难。 很难把它喂进去，后来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位，就放了两个杯子。你说胶囊的另外一个杯子？对对对。哦，哎，我可能只能把白色的捡起来放另外一个杯子。好好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哦，可以。因为我发现那个黄色的分开来放，比较容易下去。 你看你这个莲花指哎，哦，你这个小指头好像莲花指一样，对不对？ 你看，哇，这个小指头这么弯曲，像人家跳舞跳莲花指一样，哦，对不对？ 哈哈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啊，放着就行，谢谢你。好，按摩一下这个关节的地方，这样血才过得去哦，好吧？好吧？ 摇一摇，摇一摇，好，来，跟我的手，跟我的手，来，我问问看你，那个针，哎，护士小姐。
请问一下，那个你针筒拿掉了，针要不要也拿掉？他们说是先放着。哦，好好。哪一天到期？星期四。今天星期几啊？等到到期或是出院的时候再拿掉。OK。他如果临时要用的话，就不用再吃一针。哦。对，所以就先留着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。轻轻的动动哦，轻轻的动动，哦，轻轻的动动啊，啊，手给我，手给我，妈，我们来唱歌好不好？啊，雨公公，来，嘿嘿，你随父来了，好吗？雨公公，我还是忍不住要跟他讲点话。对不对，妈妈？忍不住要跟妈妈说说话。那你现在是这样听不懂的，这样听不懂的，对不对？你说。经理。经理。你在军校是不是？经理。你说经理。有没有经理？不要经理。在跟他做复健，做复健一定会不舒服的。没有，我以为你在跟他拍摄。没有，我在跟他拍摄。一面拍摄一面做复健，可是好像。